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6年1月14号星期四，农历是12月初五了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嗯。啊，阿生师傅帮忙看一个2000年的属龙的，今年16岁哦。男的女的？他的健康啊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看他的健康。脑子有问题。脑子有问题啊？嗯。脑子里边都是黑的，就是说他的业障很重，所以他经常会不开心。经常会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个人玩电脑，不想理别人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。他今年有关吗？有。有啊。嗯。你要叫他当心点，他吃了很多的鱼啊，活鱼啊，不知道是活的什么东西，全部在身上。啊，他吃活的活鱼。他身上有沙叶的。有沙叶是吧？嗯。哦。你叫他叫他赶哦，他爸爸钓鱼。要命了，他钓回来他还吃啊，他还等着他爸爸钓回来，他很开心的吃呢。嗯。嗯。他的爸爸不信的嘞。不信的，不信怎么下去了？哎呦，以后。师傅啊，他前两天他梦到哦，自己他梦到哦，看到天上很亮哦，看到七彩宝塔哦，边上有一尊菩萨。嗯。肚子圆圆光头的，好像应该是那个弥勒佛啊，嗯，啊，然后他过后又来了一尊哦，那个来了一个白毛的，全身白毛的啊，头上有那个金箍，他意念是斗战胜佛啊，然后他就向斗战胜佛跪拜请安，嗯，啊，然后斗战胜佛他说要带他回去做仙女。哎呦！啊，然后同修说，我要回去，哎，我要做卢金红师傅的弟子。嗯。然后斗战胜佛要跟师傅回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斗战胜佛说你不能拜卢金红为师，嗯，他就消失了。啊，他不够啊！啊，就说明他不够啊，他位置不够啊。嗯。啊。他看他的手机哦，就出现了一个号码，就是3月23日，2016年的。嗯。啊。这个也很简单。3月26日，23号是吧？啊，这啊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麻烦了，这个日子可能会把他带走啊。嗯。这个日期是带走的。哎哎哎哎。嗯。嗯，像过后他一梦到他做一两把是朝天上开去了。嗯。坐一辆巴士朝天上开去，那就是把他带回天界啊，可能是带回欲界天。像这种孩子，我就问你几点，你回答我，好吧？我去看看，我就知道他为什么把他带走了。第一，他是不是结婚了？还没有，他才16岁哦。好，16岁，我想问你，16岁之前他有没有男朋友过？没有，没有。到现在没有过是吧？嗯。没有。好。那么我问你，他有没有在网上经常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啊？这个就不知道哦。好，这是一个。那你应该感觉得出来的，他平时对这种男女的事情啊有没有兴趣？我告诉你，像这种带回天上两种，一种是很纯洁，本来到人间来是不应该来的，那把他带走；还有一种呢，是到了人间来说是来渡人的，来帮助别人的。那么接下来到了人间的吃喝玩乐啊，男女之事搞得太厉害了，那么天上的怕他回不去，也会把他提早带走，明白了吗？你都说他有糖尿病的嘞，他这个好了，当岁的时候中糖尿病，他是两个妈生的姐妹来的，那很简单，他是其中一个有糖尿病，那就很简单了，因为凡是像这种从小有疾病的人，就是说他可能是不应该下来的，所以他拜师父都拜不了，他等于没户口了，这不是名正言顺下来的，你听得懂吗？怎么办？这样子师父要怎样？他可以拜师吗？嗯，
拜师也不行啊，他像他的这种情况，实际上他只能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让他啊等于转正了，就等于本来虽然是天上下来不是特正规，但是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现在闻到法门了，我愿意毕生的好好的啊努力弘法度人啊，跟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希望能够天上能够放过我，让我能够在人间好好度人，多做功德，以后回到天上啊，叫修行有成，修行有成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看看菩萨会不会同意？明白吗？像他如果能够斗战胜佛，直接来要带他走的话，我看他的位置也不是太低的，在天上。就是说明还有一种，就是他来到人间根本没做好事，天天吃喝玩乐，看打游戏机。看电脑、吃饭、睡觉，不想读书、不想学习，这种天女下来没用的，带上去就做天女了。天女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天女是一般都是在六道以下的，好，就六道以内的，不是超脱六道的，你明白吗？好了。这样子，师父，你要放生怎样啊？啊，因为我刚刚看到他身上有很多鱼，是这个人吗？刚才是这个人不啦？是他爸爸钓鱼的是不啦？啊，对。哦，这个也厉害了，所以怪不得要把他带走了。哦，怪不得我看他身上全是鱼哦，要命了！哎呀，你看这次很高，完了。他公公他的爸爸这都有钓。七千条鱼。放七千条鱼，明白了吗？小房子呢？小房子要烧68张。68张。然后要不停的烧，而且要跟菩萨不停的许愿，否则真的会带走的。告诉他时间了，已经。这个，他这一天可能逃不过。对吗？因为他梦了哈，当天。过后他才讲，他不敢讲了，自己在那边怕了。不敢讲，到时候走掉了。很多人们就是这样。他就是怕，一直在那边哭，又不敢讲。对呀、啊。这个已经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他一定会得走。那个去年我们那个有个佛友，他就是这样的嘛。他有个佛友就是这样，人家梦中告诉他几月几号你会被带走。结果他自己拼命的念经求啊求啊，求到那一天他紧张的不得了，最后那一天还是突然之间出车祸嘛，出了车祸还好命保下来了，就是等于这个关过了，好啦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不啦？好，师傅。好了。师傅，他的糖尿病有改善吗？好了，你不要说改变，是糖尿病都是人间的病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到时候人都命都没了。改善什么啦？这有什么好问的啦？好好念经啦，修心啦，命都要没了。到天上做仙女去吧，怎么这样的啦？这个都不懂啊！你先把他命保下来啊，赶快念小房子，念礼佛。吃了这么多鱼，那是天上人应该做的事情啦。那礼佛五片。骗了，五片了。那礼佛五片，像他的这个21片的礼佛，他可以念吗？他念了，他要小房子，没小房子的话，他念了激活了，就提早带走了，3月份都到不了了。最多念到7遍。最多念到7遍。听得懂吗？好了。听懂。好了。再见，不能讲太长了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师傅啊。在哪里啊？你们在哪里？是不是台长师傅啦？是啊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感恩师傅啊，我真的打通了。你在饭厅里啊，不要跟我打。你如果吃荤的，饭厅里不要跟我打电话。我没有吃荤的，我是吃素的，我全素的，我在外面了，我想不到打通了电话。师傅啊，请师傅啊，今天可不可以看那个图腾电话？对，
我是我的儿子2010年是2010年属老虎的。不好。是的，师傅。非常不好，我告诉你呀、啊，哎，真的简直这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告诉你，脑子都不清楚，嗯。对的。经常发脾气，有自闭症现象，嗯。对的，对的，师傅。嗯，我看。我想不到我会在这里打通电话，我在外面，师傅。你自己要看看啦，这是你的业障啊。对的，对的，我业障很重。啊、哦，你业障很重了，你做错事情知道不啦？啊？知道的。是的，师傅。为了赚钱，啊，有些杀业不能做的，听不懂啊？是的，师傅。叫有什么用啊？他要把你的钱花光喽！我告诉你。是的，师傅。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我已经给他念了2000多张小房子了。是你念的？好意思讲？是真的，是我念的。全是你一个人念的？我一个人念的，我修了3年了。我看看啊。啊。不是你一个人念的，你还有一个人帮你一起念的。嗯。我一个人念的。还有一个男的呢，好像有小房子这边一个男的也念的。我老公不念的，他相信的，就是不念，我一个人念的。你一个人念的，短的经你有没有叫人家念过啊？你的妹妹啊什么？没有念过。气场。法师结缘的也有的，结缘一开始了，师傅。看见了不啦？我一开始。看见不啦？结缘过了。看见不啦？结缘过了。你以后讲话。你跟台长讲话最好不要吹牛，你说我跟你说是不是你一个人念的，都是我一个人念的，这不叫吹牛啊，你先给我忏悔我再跟你讲话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师傅。你做错了不啦？做错了，做错了。你嘴巴里为什么要乱讲啦？全是你一个人念的，我看那个男的念的，不叫法师啊。嗯，是的，师傅，我在外面真的是想不到会打听电话，怪不得外面气场不好。我家里有一个人自住已经有差不多有2年了，家里基本上是不烧素食的，怪不得气场不好。师傅对不起啊。跟你讲了。嗯。不要吹牛啊！我最恨吹牛的人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师傅。跟你说，你要记住，你吹牛的话，你做不了菩萨，你听得懂吗？知道的，师傅。你说哪个菩萨吹牛的啦？啊，你看啊，你说佛陀吹牛啊，还是观世音菩萨吹牛啊？你讲啊，你想做菩萨，哪个菩萨在天上吹牛的？啊，师傅对不起，师傅。丢死人了！你好好给他念了，有的念了小房子啊。嗯。现在我告诉你，你给他念2000张了。是最多最多最多只有1000张收到。嗯嗯，那师傅还要多少？你如果念得很好的话，500张。嗯，好的，师傅，我一定会努力。你要快一点啦，你念得太慢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现在这个手脚啊，有点抽筋啊。啊，我儿子啊。啊。你去问问他，每天早上他才有抽筋情况。他有我告诉你，一个是抽筋，第二个脑子糊涂，早上起来对经常搞都搞不清楚。对对，自闭了。啊、跟你说自闭症了，我跑上来不就说自闭症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好好努力啊，真的不要对不起。哎，好好努力，师傅，我放生给他放了7000条鱼，在哎，已经许愿要5000条，一共要放多少条，师傅？还要放5000条。那这5000条放好，再继续许愿5000条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给他放生的话，如果你条件不是太好的话，你就给他放鱼子啊，鱼子也算的。哦哦，知道了，师傅。好吧。
我真的想不到今天会打通师傅的电话。好嘞好嘞好嘞，好好念经啊，心诚则灵。我一定会好好的助人，师傅。感恩师傅，师傅你下次我儿子吧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。啊，师傅，这要500张，我就是许愿了，这一次800张，已经600多张已经念好了，还有100多张，过年年底我念好以后再500张，是不是、啊，师傅？自己打胎的孩子、啊。打胎的孩子没走啊？还有一个。哦，那还要念多少张？38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所以你的腰非常不好，腰酸背痛。对的，师傅。明白了吗？而且你的脚啊，脚的经常会扭伤脚。脚那个关节不好了，好像有点缺钙了。对了，呱嗒呱嗒响，而且会经常会、啊、经常会站在那里，一下子好像一个骨头好像绊住了一样。是的，我那个。今天早上念礼佛的时候念了十多遍礼佛嘛，跟念好以后反正爬起来呱嗒呱嗒会响的，我缺钙。缺钙嘛，吃点钙片呀、啊。哎。好吗？好的。好了好了。真的太感恩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再见再见。师傅，祝你法体安康，长久在世。嗯。我今天在外面想不到我会打通电话，心我以为打错电话了，师傅。好了好了，感恩第八遍了，师傅。拜拜。哎，感恩你师傅啊。喂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卢台长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我1979年属羊的。啊，79年属羊的。嗯，看到了，你想问什么？有没有灵性？你是不是眼睛有点抠进去的？啊，对。对对对，嗯，看到了，长得还蛮端正的，头发嘛，头发短头发往后披的，嗯嗯。讲啊。啊，因为我因为是我啊，去年我有一个孩子没有了。我看看，嗯，你给他抄了几张啊？我烧了应该有啊10多张啊。10多张不够啊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孩子应该没有走掉，晚上经常到你家的。因为我是在家什么的没有了。你在唱歌还是在说话？说话说话。我怎么听你像唱歌了？在家、哦、说话，唱呀，继续唱呀。哦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当时台长，当时我还要再念多少章啊？方子，你还要再念多少章啊？我看看啊，你这个方子还要念67章。67章。对了，嗯。因为我上次我是还也是还有一个没有了的，我一共有2个没有了哦。对啊，2个没有了，所以我说你还要念呢、啊。因为2个没有了、啊、两个一个都没跑掉了。嗯。啊，一个跑掉了。2个一个都没有跑掉了。都没跑掉。哦，但是我2个都要，但是我加起来要67章啊。对了。就是67章啊！哦啊，台长，当时台长，我可以问一下，我念经，我念的功课和念的小房子质量好吗？我看看啊，属羊的是吧？你是？啊，我属羊的，1979年。啊，小房子质量不错，嗯，大悲咒念得很好，心经念得很好，嗯，往生咒念得还可以。
就是七佛灭罪真言念的不好。哦，七佛，因为哦，七佛灭罪真言我念的不是很好啊。对啊，因为你念的有点太快了，嗯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嗯。台长，你可以看一下我家里吗？看看你家里吗？我看看啊。你要我看看你家里什么看什么？有没有灵性？因为我想迟一点，我想安佛台。快点安啦，还迟一点呢。哦哦好。赶快赶快安。安在哪里比较好啊，台长？安在窗户边上。靠左手的电视那边啦。对对对，你家这个电视也蛮旧的。哦。电视那边啦。对啦，旧电视，旧的电视机边上。我那个电视新的，如果我按在那个一进门，好像大门那边可以吗？那个桌子。左手。靠旁边。左边，左边。进门的左面。哦，左边。啊，听得懂不啦？哦。那个桌子边上。啊。桌子边上有不是、啊、不是电视机这面，有沙发那一面。哦，按照那个电视机旁边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。哦，台长。嗯。我想问一下说，我这样子我家里有灵性吗？你家里没灵性。哦。哦。要两个要弄两个灵性去不啦？哦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他讲到时我的功课可以吗？我念大悲咒21遍，心经我念14遍，然后姐姐咒21遍，往生咒27遍。姐姐做随一遍，去佛门这些年随一遍啊，礼佛我念一遍。嗯，礼佛念三遍。哦，礼佛念三遍。啊，你礼佛再不念三遍的话，你这腰就痛了，你这腰痛啊。对对对，开始我腰真的很痛。很痛很痛，那个灵性啊，那个灵性在你身上，不是你家里的，还不懂啊？哦，我的孩子，不知道，好好念经啊，好吧。啊，台长，我可以问一下我孩子吗？只能问问有没有灵性了，其他不能问了，没时间了。2014年属马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啊，没关系，他有护法神保护他的了。哦，因为我他说小时候我都有带他去心灵法门的。对，你这个儿子生得不错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好好培养、哦、这个儿子，天上下来的。哦。听得懂了吗？比你好啊。听得懂，听得。你这个女人，你这个女人呢，还算干净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干净，好孩子才会在你身上。听不懂啊？我听得懂。好了，我以前脾气也是不好的，我慢慢去改，台长。好好改毛病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啊。啊，谢谢台长，谢谢。再见再见。啊，谢谢台长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师傅你好，弟子给你请安。谢谢，嗯。啊，师傅辛苦了。啊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个1953年属蛇的女的，看一下她的身体。53年。啊，属蛇的女的。嗯。身体啊，内分泌失调，非常虚弱、啊，尤其在肠胃这个部分非常不好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看他的问题不少啊，他的身体非常容易长东西。
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。你要叫他吃全素啊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好吗？他，我告诉你，他现在主要是一个腿，一个脚不好，还有腰不好。对对，是是，还做过手术。啊，做过手术了啊。啊。还有要注意，妇科也不好。哦。听得懂吗？小便多 啊。还有他的眼睛，你要特别当心，他的眼睛有问题，有一个眼睛。好像有白内障。哦。看东西看了时间长了，眼睛就流眼泪水。对对，他有一只眼睛，那个眼皮上面有个长了一个东西。看见了吧啦？对对。看见了吧啦？啊，对。嗯。之后他这个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他过去有吃了太多活海鲜了，他每天要念49遍的往生咒。哦，好的，49遍往生咒啊，礼佛大忏悔文啊，念三遍啊，好的好的，好吧，好好，叫他不要再吃活着了啊，好吧，活的，行行，好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还有一个地方要当心 啊，他以后晚年的心脏不好，他现在经常说天气一不好，他胸就很闷的、啊、哦，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他原来得过脑血栓，得过。看见没？脑血栓嘛，就是心血管系统毛病啊。哦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吧。师傅，师傅，他这个放生和小房子数量，能帮我说一下吗？放生多一点。哦，多放生。放生慢慢放，嗯，至少放到慢慢放，放到5000条。哦，5000条啊。啊，然后呢，不要一下子放。嗯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念小房子呢，先念29章。哦。接下来69章。哦。接下来就7章7章一波一波念。哦。好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吧。师傅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多吗？灵性。我看看啊。啊。属羊的。不他属蛇的，1953年属蛇的啊。三年属蛇的。对对，53年属蛇的。嗯。三年属蛇的，嗯，还可以，小灵性，小灵性，没有大灵性哈，没有大灵性，嗯，人还挺好的，她是你老婆是吧？不是，她是我岳母。哦，你岳母啊？啊啊啊！啊，对，我岳母。你岳母，我告诉你，岳母就是嘴巴喜欢唠叨、啊，其他很好。啊。哎、对对，心眼很好。她心眼很好，她对你很好的，她跟你。他前世欠你很多，哦，所以他会对你特别好，哦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啊，明白了，嗯，好了好了，师傅，你能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吗？嗯，你家佛台下面放了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刚买了水果，还有一个箱子是放的菩萨像，在一个箱子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说佛台的下面。最下面是吗？啊，对，有一个盘子，盛水果的盘子，还有盛香的箱子。啊，还有个桌子，装、啊、小房子的桌子。嗯，你塞在那个佛台下面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一个桌子放在塞、佛台下面了。嗯、啊。嗯，你好像有一样东西没拿走，有一个好像一个法物法器，嗯。哦。对，在箱子里面有一个那个香炉，我换了、那个、原来用的香炉换下来了。对对，师傅说的对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香炉上面有刻的东西。啊，对，因为有刻的东西，我就换了。哎，但是你放在下面，你要用红纸包好啊。哦。你不包红纸的话，照样影响啊，气场很不好啊。哦。现在明白了吧？哦、嗯。
哦，用红布包起来，放到不能放在佛台下面的。对对对。哦。嗯，好吗？嗯。啊，好的，师傅，其他的没有影响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什么影响。好吧，哦、你很老实、哦，像你这种人好好修，以后可以上天的。嗯。哦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像你这种人，因为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害人的。嗯。是，谢谢师傅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嗯。对对，师傅说的很对，对对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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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师傅，再见再见，哎好，再见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主吴台长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谁问我？啊，吴台长你好，感恩感恩。啊。啊，我是猴属那个属猴的。你是属猴子的，几几年的？啊，属猴子啊，五六年的，1956年。我要看我的图腾。想你看你图腾看什么？看身体还是看事业？啊，看身体。身体的颈椎不好。哦，颈椎不好啊。脖子啊，脖子酸痛啊。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也是很酸，也很酸痛啊。还有啊，不要太胖了，我看你这个图腾你太胖了。哦，我太胖了啊。啊，肚子这里、哦、肚子这里都是肉，两个大腿上都是肉。哦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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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台长，不是台长。啊，讲啊。哎，我想要先你帮我看佛台，那个佛台一下，我想我要。我要供那个观音菩萨那个那个什么东方台的菩萨可以吗？因为我现在是我老公放的，那是阿弥陀佛是什么？啊，我看看啊。啊、嗯、啊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放哪一边呢？我那个阿弥陀佛，我那个观音那个佛在。你观世音菩萨你。你我看你个观世音菩萨不是一尊像，是一个是一个一个一个就是说一个雕塑的雕刻的东西，一个瓷。哦，是的，我还没有放上去，我打算我要放那个，我有拿到那个相片了。那天我有去那个法会，我有拿到那个观音台的。对，你就把观、啊、对东方我想要放那个黑啊，把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放个镜框。放在释迦牟尼佛的后面都可以的、哦、没问题的。哦，阿弥陀佛啊，放在阿弥陀佛后面都没关系，因为阿弥陀佛比较矮、哦、啊啊比较矮小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可以把照片放在后面、哦、没关系的。嗯，哦，台长，这样我在小房子要念多少？小房子念46章。56啊？46。46章啊，然后啊，我每天有诵念早经，我还有我念7遍的大悲咒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心经呢？啊，心经也是7遍，还有往生咒我念21遍。啊，礼佛呢？啊、还有那个什么啊，那个解结咒我也是有念21遍。对、啊、对对对对。啊，还有一个啊，就是啊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啊？消灾吉祥神啊，那是21遍。礼佛念一遍，礼佛要念一遍、啊，礼佛大忏悔文念一遍。啊，礼佛大忏悔念一遍，对。嗯，好吗？啊，这啊，我这里没什么啊。你家里蛮好，你晚上把马桶间给我关起来，卫生间房门关起来。啊，卫生间关起来。哎、啊，哦，我老婆有放那个，有开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什么唱机可以吗？每天他开。可以，你不要唱阿弥陀佛啊，你唱大慈大，你就放那个观世音菩萨大悲咒。哦，放大悲咒，老公放的啊。啊，如果因为你老公要想早点到天上去，你就让他放，在他放在那。他想早点去见阿弥陀佛，你让他上去吧。啊，哎，台长，我想再问一个我儿子的，我有时因为我也看他啊，他是老虎啊，老虎的86年的老虎，他是什么颜色的？白的。白的老虎啊。啊，以后很厉害。哎，啊，他是台长叫我跟他念78遍的那个啊小房子，我念了，哇，每个礼拜有3，给他念3次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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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哦，为他的姻缘呢有吗？有的有的，你儿子我告诉你、啊、你用不着担心你儿子，你这个儿子不是东西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好好培养他。哦，知道知道，但是在在悉尼那边，所以我就还要去卢台长那边，他怕他不敢去哦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是跟女孩子太多了，他敢见我的。他不敢见我，是刚才我有去的时候，我要带他去卢台长啊。好吧。可以吗？嗯、好了好了，嗯，可以。好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再见，把感恩卢台长啊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，明天星期五早上还可以继续沟通。台长明天每个星期五的12点钟啊，给大家在广播里。那么听众朋友们，别忘记了啊。好，现在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。